炸这么鱼皮哦，平时还没有你吃过。我感觉都要吃的有点害怕。嗯，你好害怕。你还害怕哟。马尼头头的草草布都不多，直接用莆田姐铺就可以了。这生的又来老了，老了那得那个都不要叫滚子。我觉得就把这个哦，干草生的老了就可以了。这个嫩的龙泉，咋个得叫滚子嘛？就是，等我想个隔了再用来捞一下就要紧了噻。那隔了再捞还省个屁啊，还不省你。你听妈的嘛，妈常给干的活你不要晓得。你勤快，你多干点。你就是啥子头撇头。马儿不给嘛，农村的草草你给了嘛，那铺得好铺的噻。哎呀，过两天我得又该走人户，该吃马月酒。伢来家生个儿子乖得很，那娃儿是。生儿还不是人家家的哦，生女还不是想，只要是自己的都想得很。妈，我养回来弄饭去了哈，第二天还好吃饭。要得，你还跑跑火来着嘛？啊，要得。婆娘俺们还没吃过鱼皮哈，今天买了一烧鸡，我煮给俺们尝一下，煮个泡椒鱼皮。再来温水清洗一下。再把鱼皮盖好刀，我们切成条条，比较容易泡熟一点呀。我们再准备一袋鱼三角哈，先把这个水倒进来。再把这个鱼三角弄搅烂，比较容易入味一点。再来一个红萝卜，切丝丝。再来葱葱。我们今天弄些腌制两个小时哈，等会儿咱们回来了就可以吃饭了。炸这个鱼皮哦，平时还没有你吃过。我感觉都要吃的有点害怕。嗯，你好害怕。你还害怕哟？好吃。本来我觉得有点好害怕，我可把萝卜干扔下。来了。你不敢吃鱼皮，吃萝卜干啊？嗯，我有点害怕，连我妈都害怕。嗯。妈，萝卜干好吃点吗？还是鱼皮好吃点？萝卜干是饭的。儿子，不敢吃了。就是该吃鱼一样的。妈噻，吃鱼一样的还不嘛？全是一份份的麻麻点点。吃个萝卜。我今天减肥来。